付辛博和颖儿婚期临近，有网友晒出了两人疑似婚礼现场，碧海蓝天，十分浪漫。颖儿穿着白纱，付辛博则是西装笔挺，很是般配。据悉，他们5月15日将在巴厘岛举办婚礼，婚礼也以颖儿最喜欢的哆啦 A 梦为主题。付辛博颖儿相恋3年，从去年公布恋情到成为合法夫妻，再随后诞下女儿，组成幸福家庭。更甜的是，5月份他们在浪漫的巴厘岛举办一场梦幻的哆啦 A 梦主题婚礼，用最具有仪式感的方式将自己交付给对方。之前他们2人为杂志拍摄的婚纱大片曝光，男帅女美，十分登对养眼。两人还接受了采访，首度曝光恋爱细节，问你们做过最让对方感动的事情是什么。付辛博说，就是我送他礼物他很开心，但不送我。说完现场有一个气球炸了，颖儿则说，是你说假话，气球都不愿意了。颖儿表示，之前我们俩参加真人秀节目，他为我唱歌，开小型演唱会，遇见你的注定我会有多幸运，我当时眼泪滚滚而下，包括像生孩子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坎儿，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，他就放下工作一直陪着我。